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哈，这个直线方程式啊，与下面哪个平面平行呢？我们看呢 A 选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啊，就是说一条直线哈，跟一个平面哈，如果平行的话哈，它会有什么性质？就是说这个平面的法线方向哈，会跟呢那个直线的方向向量哈，会互相垂直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看哦，这个直线哦，它的方向向量为何？直线哦，它的方向向量哦是等于三负一跟二。好，啊，那么 A 选项呢，它的这个法线哦，方向哦，那个法向量是多少呢？是二负一跟一啊。啊，给它取内积 ，v 多的 n 一哈。等于多少呢？五加一加二哈，这个不等于零呢，所以不会平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呢 B 选项。B 选项的话哈，是说这个 x 哈加 y 减进哈等于二，那这 n 二等于多少呢 ？n 二是等于一。一跟负一啊，啊，我就知道说 v dot n 二哈等于多少呢？这两个取内积嘛，三减一减二等于零啊，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哦，就是说这个平面哈跟这个直线互相垂直的，啊，这一题是单选题哈，所以答案就选 v 了。好，其他的话呢？还有一二三三个平面哈，都没有跟它互相平，都没有跟它互相平行，所以答案应该是选 B。